因为阮阿细汉的时阵，规个做山计阿个计树啊了，啊是有时有做石坪咯，阿个真够天然真水啊。本将阮细汉的时阵有小溪的溪啊，内面的水真清咯，还可以看到鱼啊，看到螃蟹在走动。这座山不是真高，但是叫石山。啊，是剩野啊，就叫破坏了了去了。但是阵好感觉，安尼一直破坏了，咱的子孙，世世代代的子孙，安尼影响了。无留什么好话，吼子孙子孙留下一个真留下一个真无好的环境，吼下一代就对了。石井镇。泉州南安市唯一靠海的小镇，它曾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口之一。1980年代前后，当地人靠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逐渐致富，石材业一度辉煌鼎盛，成为小镇重要的经济命脉。有出这座山，有出山两道石头，一道是682锈石咯，啊，一道是681，像一道就是黑红咯，就是迄种虾红。然后虾红伊也是正广泛用于这个咱国内机场还是饭店也很正侪咧养一道，还是广场。那像这个石头，它是伊这个石头有在680，像咱这天安门广场都是铺这种682的锈石咯。初中毕业就无搁读书哦，十六岁就出来做石材，挖石，扛石头啊，真重吼，啊，搁头昏，比较较侪灰尘把它吸到我们的肺部啊，这样的，然后很比较脏，所以说想要换一个环境，让家己安尼较吉祥、酷、较清气，无做一种真艰苦。因为以前这里的石头很好卖。品质比较好，然后开采量也比较大，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是想着赚钱嘛。反正这个地方的人95%都是靠这个石头在赚钱的，所以那时候小的时候也是跟人家有一个发财梦，也是想着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靠这个石头，能发点财。那时候也是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初中毕业就无搁读书哦，十六岁就出来做石材，挖石，都啊当石好，青春的时阵啊石好，啊较头脑会比较向往那种城市城市的生活咯，所以就会落跑，家己去坐大巴搭车去广州，啊阮爸母伊唔知影，安尼落在都坐在落在搭着阮这个这。现在这个先生这样。但是这阵工作真排斥，伊决定要跟我做这事，我讲无法相信。伊讲我讲，这车你敢？身上那时候只剩200多块了。300块。200多块了。300块，在我身上。然后我放在他那个包包里，对，那时候背一个包，随随骑安尼，啊，去北京咯，那行的时阵逛街，再去小偷这偷啊，唔知影去，因为去啊要买一两块要付钱，啊，拍开啊，煞无钱，那剩无几块银钱。我唔惊着说，差不多当都行咯，因为北京离阮起来遐，还有20公里的，从中文20公里的路。对。啊！像参某这就行路，啊路尾规啊堆淹排那超，淹到2块银，哦，反正去唔敢坐2块，我来讲到啥，反正坐1块。
啊，只要坐到附近都行。迄阵减到两多少？哦。两个想着无百分之，两个抱都痛苦，两个计哭，踮宿舍，家两个对头哭，啊哭哭的，就开始，因为迄阵也上，哭到做开始，这个后伊做滚伊一盆子了，无所以伊通翻到十包。那是。哇！伊迄阵哇，咱阵捡到十万年个真欢喜。啊！你十公九年前。救命！啊对。红鱼十公去卖。卖菜。买两公米，买只白菜。啊，买两公米，买一只白菜，细细粒的，啊，那多三分，才一礼拜。啊，然后我再去捡红的，捡宝特瓶，捡，大家暗时我爱去捡宝特瓶来维生，因为阮老婆找了头路。年轻时远赴异乡打工，两人共度患难，满脑子想赚钱的梦，经过沉淀，也在返乡后回归踏实生活。我们的原材料，我们买的像这种切的，算就是广东那边人家工厂不要了，本来会到处乱扔，我们就把它捡回来。捡回来呢，就用这个切边机，这边我们会加工那个客户需要的尺寸，对。李泽祥多年来和朋友合股经营瓷砖工厂，许荣新也在工作了几年之后，找到了另一个值得他投入的置业。那就是因为那阵地球暖化，然后大家对这生态对，然后地球暖化对这个很有影响，然后就说咱大家就来做环保，来保护咱这地球咯。然后最环保就按咱身边最起咯。看到近年来家乡环境的恶化，许荣新积极的做环保。他意识到人心的贪婪若不能彻底改变，将永远换不回下一代的幸福。政府以后有影响到这个过度开采，这个空山体也引起破坏山林严重，所以就。立一张一张白色的关闭迄块无将的非法的矿山警示牌咯，但是真侪人计暗时偷开采咯，安尼的矿山开发一路走下来，就是香蕉真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咯，但是如今你看这个山体破坏很严重咯，然后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满目疮痍，这样很遍体鳞伤，这样很恐怖的一个现象，这样的。到2010年的五月份，拄啊有拄到直接去一个黄某师兄，因迄间健康食品店去买物件，啊，当着以前就熟悉黄某师兄。哦，这是香菇豆，对啊，他请我吃。这紫菜啊，袂歹。是啊。请我。好，我先讲。以前哦，我们以前在石材厂公司是，他也是在里面上班，我也是在里面上班。那最后就没有再见过面，然后那天来就碰见了哦。没想到巧遇旧事的偶然机缘，让许柔心有了机会，开始用行动关怀在地的人事物。啊，感冒较好，感冒好了，好了。他多在听，定还是吃香油？吃香油。当时吴黄某已经是慈济职工，许荣新常跟着他一起去访视镇上贫苦的人。哎，剪头发去哪学的？我啊，剪头发是去他们店里面学的。师姐，那个黄某技术好不好？还可以。这个可以啊，不错。大概认识有快两年了哈，有一次跟一些居士林的一些同修来到这边，他们在说当地的有一位
家很辛苦，那我们想说我们过来看你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能帮助他们什么，我们就过来。哦，那给两叔爷，好，我们。哎呀，叔兄，叔爷，叔姐来倒茶干，我较紧张。嗯，他的无人嘞，一个人无好多人来做，国家一个无好多人来做，无，人民小弟家一个都无好多人来做，那有时间创一撮仔来跟流流流流的，流流啦，无好多，因这个这五岁人来，大家来来跟做，无我真是无。不过，如此善心乐于付出的吴黄谋，年轻时也曾一度陷溺在灰暗生活里。那个欲望非常的强，我一直想成功，一直想表现给人家看，所以就去染上了赌博习气。刚开始就一直赢，赢了之后就一直沉迷了。觉得赌钱会比较快，会比较容易成功，比较走捷径嘛，那时候，那渐渐的就不能自拔。一场佛教文物展牵起了吴黄谋与瓷器的因缘，参与厦门冬令发放后，让他对人生有了不同的感悟。到那边。三天下来哦，我都是负责扛大米，身是很累，但是我那几天真的心灵完全不会累，感觉到哇，真的能够付出去帮助人哦，真的会非常的快乐。那时候就是在厂里面。做工嘛，都是要上晚班哈，然后白天要去，有活动，实际有活动我也要去参加，那就是整个人的睡眠哦也是非常的不好。吴黄谋想要走上行善之路的同时，决定转换工作，让生活回归正轨。我就选择了就是开一家素食的，就是。让一方面也可以推广人人可以来吃素哈，那我要有经营一些五谷杂粮，让人吃的比较健康的，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接引更多人来一起来行善。那在我印象当中，农心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单纯。比较善良的人，那我跟他谈上人的慈悲哦，谈实际的美，那我就邀约他5月12号哈、哦，到我们刚好实际有个浴火节孝亲活动，那天他跟他家的师兄跟他的孩子都去参加，然后那一次回来他就一直很精进的投入活动。虽然伊有目睭无看，搁着随性吼，啊，伊在咱厝关怀，伊会甲人，伊也协会也按摩，盲人按摩，帮实际的感恩户这些，帮伊按摩吼，然后伊感觉说伊很幸福这样的。其实相对一些人来说，我还算是已经很幸运的。哈。一接触是有感觉咯，就很感动。对，我就开始投入那个居家关怀咯，啊，环保做环保咯，啊，读书会咯，啊，然后2011年办了10多场环保爱洒，一直到每一个村庄去推动那个爱洒，因为我们要把这种上人所说的这种环保理念推广到每一个乡里嘛。我发现说，哎，啊，一边做慈济一边上班，有时咱那做慈济的时阵，阿在上班，安尼
啊，咱推推工推人的工资无从头落做以后，他们煞是对老板过意不去。后来就说干脆把工作辞掉，回来专心去做直接咯。然后就骗他说我儿子也需要照顾，我回来做专职的家庭主妇好了。对。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他都不看好，没有一个赞成的，全部一遍都反对，连他父母兄弟，然后我这边的父母兄弟，全部大家都劝他，哎，你是不是头脑烧坏掉了？面对家人好友的质疑与反对，许荣兴只能默默坚持做个全职志工，直到一次险些丧命的意外，才扭转了家人的想法。啊，你受中一个月外之前吼，十月一号，突然间感觉头真痛，啊，下来我就吐，落来一吐，吐又吐，然后头又痛，然后阮先生伊阁正做一点仔，我才家困去，啊，伊阁正洗心，伊说茫困去，说咱来医院检查来，照出来这脑内面出血了。阮常常早去医院看病哦，啊，我是徛伫个，我唔知影。啊，隔天，阮个孙仔落来找我说，阿妈、阿妈，你也去注意哦。我过去阵听到咧说过，强要温柔。去厦门住十八日，我温柔十八日，我说比我破病较食。医生就跟我说，如果是要做开颅手术的话，能走下手术台的机会很小。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感觉头真痛，啊，头真痛，什么代志计感觉袂记哩，啊，袂清楚袂记，啊，但是唯一会记哩，记哩慈济，会记哩上人呐。那后来是，周云师兄，我们厦门会所的周云师兄，过来看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不用担心，他说我们慈济是一个大家庭，你不是一个人，你不会孤单，就感觉很感动啊。我那时候觉得说啊，怎么慈济这个家人有这么好，那他都当我们是一家人一样，然后连我们旁边一些同济住院的这些病患家属啊，他们都温暖的问我说，啊，你们这个是什么团体，怎么这么好呢，还天天煮饭煮东西给你们吃，还天天过来。因为那是我们大陆头一个登高咱花莲慈院去做手术的，只觉得说很感恩，很欢喜去接受。其实我师姐在做手术，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觉得交给苏主任绝对没问题，说话很温柔，很柔和，我让我感觉很亲切，很亲切，好像自己家人一样。很讶异说啊，怎么有这样的医生？伊这英语师这样介绍，我是按大陆来这做手术的。啊，后壁一两个师傅伊说，哦，我知，伊说有块一个许荣兴写在墙上的名字的许荣兴啊，原来伊是咧听是咧，迄日要手术之前，迄早上。最扎口的时阵，将我名相变了，然后回向给我，所以很感恩师父们的用心跟悲心。因为这个事情以后，我那些哥哥都说啊，好在有慈济，不然就他这辈子就完了。所以大家也是很感动啦。后来，他们也开始支持我们做这个慈济。阿吉无。只要从养心身体安也好吼，我甲阮囝说，反正你若出去世界了，你若有车啦，有安息了载我，我要倒恁出来。伊说，无我倒恁阿甲恁煮食嘛好。阿妈，你今日走心啊，跳起来去赞哈。南无老。微笑的眼睛，看什么都是风。
咱今日是万众万众一心哈，咱今日真侪菩萨，咱从四点外、五点外就开始，但咱来到咱这个环保站哦，共同来将这个福田吼，咱今日下晡家己站要去分山好快，咱他一方面在推动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在这种社会对慈济的理念真的是很没有理解，很不理解，因为这边的食材吧，食材业发展起来，就是好像这边的经济也跟着就提升起来哈。那很多家庭都富裕了，但是很多人都是沉迷在物欲的享受当中哈，迷失了心灵的这一刻精神方面的，所以当初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说希望说可以将这种慈济的大爱的精神落实在当地，然后就在慈景慢慢的邀约会众去了解，在这边也希望说人人能够回归那种心灵最纯洁的比较善良的一面。真感恩大家相助吼，其实咱在座每一个都是菩萨，咱也付出一日就是一日的菩萨哈。皆回旋，无处永恒圆舞曲。我们幸运的相遇，牵手走进一种追寻。我们歌曲，有甜有苦。我老公比做农村医生哦，还会三百个人加做哦。啊，我那个求，遐个人忙求，我恁囝会骂我，说阮囝袂骂哦，阮囝我出去求阮囝欢喜安尼嘛。佫真侪对我遐说哦，即阵啊说之前哦，阮囝啦说要创啥哦，我夹双手哦赞赏哦。我们温暖的相遇，不管远近，彼此牵引，请推荐和谐回旋。咱呢今日直接聊后，听上林的开始，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吼，即马大水三灾不断吼，咱即马的天气甲以前无同咯。为了让我们子孙有一个干净的地球，如何来保护地球，响应这个环保，那要从家己做起咯。